人家弯弯上无好饲料，贵伯被封印二十年，气象后生是变怎将伊带离开水龟仔窟，帮助伊回村变小路，还要活在日头下呢？不惊连手报仇，温暖再起。贵伯金德哥救一本千金的命，代价却是少年大牺牲伊爱人，回家消亡。最新尊龙是变怎多找死的少年过死劫？上你台湾台二十九频道，拜九拜五暗时七点半，七出台湾。最先尊龙多龟伯。